们今天要玩的游戏就是肢体表达接力。肢体表达接力赛是不是？对。那我们今天是一个团队合作的一个比赛，所以我想问一下孙导，我们团队战就通过了怎样？不通过还怎样啊？这是通过了呢，会有奖励的。奖励是什么？好久没有奖励了，对，都是惩罚。对，如果你们胜利的话，我们会满足你们所有人的愿望，并且费用由我们编导组承担。太好了！萝莉姐姐这么笑什么？是由我们编导组承担所有费用。太相信，就是没敢相信。所以说，你们这个游戏要加油哦！啊，不是，
什么？好，下一位。哎，我知道是啥了，为什么不让我猜？不是，不是。下一位。不是你想那个，我觉得应该。会很容易混淆。开心。我混淆，谁用两个字？新猜。羞涩。不是。四。快使劲儿。焦躁。豆子姐姐，给我描述一下。这样。停。你看我。焦躁。不是，你看我。这轮你们要三个，要是谁猜对了，我算你们。坐。傲娇。害羞，高傲，文静，赶紧猜猜脑，文静。那你为什么给我表现的？不是，我中间，哎，我中间这样碰到萌姐，萌姐她对我，所以晚上来好像错了。不是那个，那我们还怎么办？那看你们这问题挺难的。那我们第一轮如果猜对两个就算赢。是吧？我天天猜很厉害。对，我上第一个。你比我行吗？行啊！最后一次机会了啊！你们一定要猜对。好，你要上题目。两个字。啊，看见了。形容一种状态。嗯，来，可以拆了。可以拆了。感觉波波姐姐生病了。好，下一位。生病，晕倒，脑袋疼啊。好，下一位。迷惑，脑晕，头疼。形容一种状态。迷惑，眩晕。生病。来，五。瞌睡，困了。四。三。二。这一轮猜对了算你们获胜。再看一下蝈蝈姐姐的表现。柔弱。血压低。缺氧。缺氧。不对。迷雾。迷离。气虚。血亏。困倒。熬夜。疲惫。五个题吗？对，五个题。难，刚才就很难。加油吧！啊，四个字。文姐不要怕，有我在。好，可以了。哟，是不是很简单？啊！这你在干嘛？我急了。啊？什么？酷怕嘿。恭喜你们，四个字。我已经崩溃了。顺序。好了吗，萌姐姐？好。啊！我
傲慢，失焦失宠，我们来公布姐姐公布答案吧。放荡不羁，太难了。
了，这太难了，谢谢，太难了，这是一个抽象词，对，将我们成功耶！突然，太突然了，不知所措，让我有些不知所措啊！我以前考试题更难，就是啊，这愿望是啥呀？关键我，哎，主要是编导买单，我好想。狮子大开口，我想干的事太多了，没办法呢。其中一个，难道要不要只有这一次机会哦？哎，先买个电话，再买个游戏机，再过个节你要适可而止。好，我也想好了，你们呢？没有。啊，我有了。那我来替你们写下三条愿望吧，把你们两个都写上。你的速度太快了，你不会说想要10000块钱吧？哎呀，我没有那么俗气，玩的都是比较高品质的。完事了，写完了，我也写完了。那你们把愿望交给我吧。好，下一期呢，我们会公布你们的愿望，并且帮你们实现它。小朋友们也可以期待一下下一期，看看我们的愿望是什么。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吧，一定不要忘记订阅新魔力玩具学校哟。